这是一款电话亭造型的圣诞节音乐盒哦。不过这个音乐盒呢，它不是用一般我们看到的这种18音速的机械发条机芯哦，它是用电子式的音乐。那不过这款比较很特别的是说，它里面的这个像这个圣诞树会旋转，然后而且里面有一个小的小型的马达，会让这个亮片会持续的运转。整个扬起来，而且还有灯光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装电池的地方呢，在这个盒子的底部。那这边是开关，这开关呢是两段式的，一个呢是可以音乐加上灯光旋转，那另外一个话是单纯的灯光加旋转，就没有声音了。我把它切一下，然后可以看到这样子。那我把它切到另外一段，它就是只有很单纯的灯光加旋转。那它除了使用三颗的三号电池之外，各位看到这边它有一个 USB 的电源插孔，那它只要这是厂商所附的电源线，插在这边，然后另外一端呢就是插上。一般我们手机在使用的俗称的豆腐头，像这种豆腐头，然后再插上110的电源就可以了。像现在看到的就是使用这条电源线接上豆腐头，然后直接接110的电，然后我现在开关把它切到灯光加旋转的部分，然后就没有音乐了。那如果说你想要有音乐的话，一样再切到另外一边就可以了。